用蒸汽做动力的热气都离不开笨重的锅炉设备。因此，在轻便灵活的交通工具上，使用蒸汽动力装置是不适宜的。在这些场合下，只有采用另外一种热机。这种热机的燃料是在气缸的内部燃烧，所以叫做内燃机。内燃机常用的燃料是汽油和柴油。由于燃料的性质不同，内燃机的工作方式分成点燃式和压燃式两种。用汽油做燃料的内燃机叫点燃式内燃机。这台解放牌汽车的发动机是六气缸点燃式内燃机，从它的外表上可以知道，它是由空气滤清器、气化器、曲轴箱、气缸体等部件组成。点火用的火花塞装置在每个气缸顶上，把它抛开来可以看清它的内部构造。在每个气缸里都有一个可以上下移动的活塞，活塞上刻有环形槽，把有弹性的活塞环扣在里面，可以阻止气体从活塞和气缸壁之间的缝隙里漏出。活塞通过这个活塞销带动连杆运动，连杆的下端套在曲轴的曲柄上，带动曲轴运转。在曲轴的一端上套一个小齿轮，小齿轮咬住一个大齿轮转动，小齿轮转两圈，大齿轮转一圈。大齿轮套在凸轮轴上，带动凸轮转动。当凸轮尖端转到槽上时，就把压在上边的阀杆顶起，于是进气阀门或者排气阀门就打开了。进气阀口的进气管与气化器相通，从这里可以把空气和汽油的混合气体吸入气缸，这是气化器，它的上边连接着空气滤清器。气化器是这样进行工作的：先把汽油送入气化器的浮子室里，浮子随油面的高低而升降，到一定位置，浮子顶上的针状阀就把进油孔堵住，油面一旦下降，就又立刻把汽油放进来补充，使浮子室经常维持一定的油面。浮子室底部的出油管通到进气管最狭窄的喉部中间，进气管直接与空气滤清器相通。浮子室上还有大气孔，使两边油面的压力都是一个大气压力。气缸内活塞下行的时候，有吸气的力量，经过滤清后的空气在进气管里流过。因为喉部的截面小，流速大，根据流体运动的规律，流速大的地方压强最低，这样出油管的油面和浮子室里的油面
就产生了压强差，于是在压强低的一边就会有汽油喷出，汽油被空气冲散挥发，与空气混合成为可燃气体，被吸入气缸燃烧做功。一般点燃室内燃机的工作过程是由四个作用不同的步骤完成的，这四个步骤也叫四个冲程。第一冲程，吸气冲程，活塞下行，将可燃混合气吸入气缸。第二冲程，压缩冲程，活塞上行，把混合气压缩到具有一定压强，这时火花塞发出电火花，使燃料爆发燃烧，推动活塞下行做功，这是第三冲程，叫爆发冲程。然后活塞靠曲轴旋转的惯性力上行，把废气排出缸外，这是第四冲程，排气冲程。吸气、压缩、爆发、排气，这四个冲程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就会使曲轴不停地运转起来。多缸内燃机每个气缸里有一个活塞，为了减少震动并得到均匀的转动力矩，各个活塞是按照一定的顺序交错运动的，各个缸的点火时间也是互相交错开来，这样就要求曲轴的各个曲柄也要按照一定的方向交错排列，这是点燃式内燃机的六柄曲轴。因此在连杆的带动下，曲轴就以均匀的速度运转。汽车上的内燃机曲轴的旋转动力经过变速箱变换速度以后传到差速器，再经过差速器传到后轮上，于是汽车就开跑了。用柴油做燃料的内燃机是压燃式内燃机，国产东方红牌拖拉机的发动机是四气缸压燃式内燃机，它的构造同点燃式内燃机基本上相同，不过它只有空气滤清器而没有了气化器。可是在它的另一面却多了一个高压油泵，而且在装置火花塞的地方安上了喷油嘴。为什么没有气化器和火花塞了呢？这是因为汽油和柴油在性质上有很大差别。就拿挥发性来说，汽油挥发性强，容易同空气混合，而柴油就比较难于挥发，因此用气化器不能把柴油和空气混合起来，当然更谈不到用火花塞点燃了。所以在压燃室内燃机里，首先要把柴油输入到高压油泵里去，这是高压油泵。
柴油进入高压油泵的套筒，套筒里的柱塞在凸轮的带动下压紧柴油，它每上升一次就经过上面的逆止阀挤出一股柴油，逆止阀只许柴油出去，不让柴油退回。柴油顺着这些油管被压向气缸上的喷油嘴，这是喷油嘴，喷油嘴里有一个小圆柱，利用弹簧的力量把它下端的细圆锥紧压在外壳的小孔上。高压柴油到达下部，利用柴油的压力把小圆柱顶起，柴油从细圆锥周围的缝隙里喷进气缸。压燃式内燃机在第一冲程时吸进纯净的空气，第二冲程把空气压缩到很高的压力，使空气的温度超过柴油的燃点。这时喷油嘴喷射出柴油，柴油接触空气，不用点火就能爆发燃烧，推动活塞下行做功，活塞再上行就把废气排出缸外。这样看来，压燃式内燃机也是由四个冲程完成一个工作循环，但是它不是利用火花塞点燃可燃混合气来进行工作，而是利用柴油与高温空气接触引起自燃的方式来进行工作的。但是要让柴油能够自燃，气缸里的空气温度要高，必须把空气压缩到具有很高的压强。在点燃式内燃机里，因为汽油比柴油燃点低，所以压缩终了的温度和压强要低得多，不能超过汽油的燃点，否则在点火以前可燃混合气就会提前爆发。在开始燃烧之后，两种内燃机气缸里的温度和压强也相差很多。因为气缸里的气体温度和压强直接影响内燃机的效率，所以一般压燃式内燃机比点燃式内燃机的效率较高。因为两种内燃机承受的压力不同，所以压燃式内燃机的机件一般要比点燃式内燃机的稍微粗大些，机身也比较笨重些。这是四气缸压燃式内燃机，这是六气缸点燃式内燃机，这样就使得两种内燃机在应用上有不同的范围。点燃式内燃机常用在比较轻便的交通工具上，
压燃式内燃机，则常用在比较大型的交通运输工具及农业和施工机械上。解放以来，我国内燃机制造工业成长得很快。内燃机作为发动机和其他动力机械，在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及农业机械化事业上起着重要作用。